手机让我帮你照，美女，我帮你照，你那好一点的，没关系的。拿点手机让我帮你照。王娟，我们这样请摄影师不能拍，不能拍，就是不能拍。我跟你说，就是不能拍。就是不能拍。好，不能拍啊。哎，那我们俩自己拍吧。那不能经营钱，我跟你说了吗？我拍了的话，你要把相机找。我这凭什么找相机呢？你不找相机？我凭什么找相机呢？你在旁边啰嗦。无人机。这就是路上连出来的东西。在哪里？就是你们是交保护费的，你们是这里的黑老大。我们不是交保护费啊。广告说是你们开的。就是资格说要不要拍这里来有没有什么经营权？就是我们无人机。你们有经营权？有。把你的营业执照给我看。怎么给你看？我们有。有，我们有收入的呀。虽然有，但是我们要给你看。我们有经营权。你们说我们有，没有？我们有。我们老妹妹，大姐，你是跑车，你的安全车跑贵阳的，你敢不敢跑黄果树？我问你，有经验不嘞？我从上海来的，我从上海喊我车跑到黄果树，可以不？你上次在跑车可以，跑车可以，跑车可以，摄影师可以不？跑车不能跑，哦，不能跑。